现在示范绿幕或者栏幕的使用方式哦。那把之前做好的影片照片先汇出进来，然后到右上角的加号按下去，那选择我们的影片，之前有加了一段绿幕的影片，在绿幕影片上面点一下，选择三个点，然后选择蓝色、绿色、蓝色的萤幕哦，加进去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过来调整它的位置，前后这样调整，好，然后再来预览看看，到最前面预览，开始。然后刚刚的那个蓝绿色幕部分哦，整个都被剃掉了，然后只剩下一只小猪这样子。